是地铁，我刚出来，然后到这个兰州西站。体育彩票搞得跟那个……他这个，我知道兰州站出站的时候，当时是地铁是不跟它连着了，你得出来，出来走一段，走个5分钟才能到地铁站。这儿好像还连着一点。不用出去了，直接往里进。但是最好的就是那种，直接在那个地铁这个把你的这个东西都给检查了，然后直接进站那种最好。对，他如果是地铁跟那个火车站分开的话，就是你出了火车站检查过一次行李，你进地铁还得再检查一次行李。而北广场就不去了。而北广场，哎。这边出站口，我得进站，对，从这儿进去。出发应该是这儿吧，就是出发。进站口，对。看一下，这是进站口，这边就是个广场，每个火车站都是有个广场，哼。哎呀，做的统一都是。对，这边路还平一点，不会那个，不会摔着我。哎，我出去看一下这个兰州，这个兰字儿，我上次我出站没看见，他说那个兰字儿是不是正常那个兰？我看一下，这上面应该写的兰州西。看着跟陇南差不多吧，看一下这上面写的啥？反正还有时间。哎，这个广场看着不错呀，不过就建一大堆楼在这儿。你说谁会住这儿？哦，这儿写的是对的。这个蓝字写对，他那边那个蓝字好像是下边那一横比较短似的。对，这张这个是对的，我进站了，现在每次都得检查一遍，然后水喝一口就行了。他这个多好，上次飞机场不让带水，看见没？飞机场为什么不能水喝一口就行了？还挺大，这个兰州西上面都是吃的啊。这个我想一想，这个跟成都、重庆那边很像，忘了是哪个站了。啊，这还挺大呀，这个大呀。我是 A20、21，哎呀。我得走到头儿，11:53应该是那个吧，11:58那个，对，11:58那个，到敦煌，这个敦煌这个名字听着很有意思，哎，这个站修的不错，你看，跟飞机场一样，上面还能吃东西。人还不多，这儿人不多，因为这儿没有检票口，是吧？啊，有检票口，但是没人没车。看前面的多了，就是有检票口，有，就是我那趟快开那趟，还有40分钟开。每次我都来的比较早，我很烦这个来的晚，到时候路上出个啥事儿，然后车都给耽误了。哎呦，这甘肃啊，首先这个现在好像是就是旅游季，那个住的真是不行，然后就是干，这个干的也是我是，啊，这边你看人就多了，
他这个按摩椅是没有一个人按摩，我估计。哦，他嫌免费就坐那就让你坐了，他这估计也是管不住，你不免费就坐他也就坐了。A2 实在最那边的，伊兰兰州，哦，伊瓦尔兰州，我去，哎，天哪，伊兰拉面看多了，看是，伊瓦尔兰州牛肉面，哎呦，这个大呀，这个，这边是广场，就这个样子。再来有人，然后我在这等着，这个58开，现在是48，还有10分钟，50、51的时候我再去。反正这个高铁上面行李都没事，然后座也有，就不用跟他们争。反正不断来人，还好一点，现在好多了。哎，他这个好啊，就是来晚了人多，然后直接就不检票了，钱给打开了，直接走了。我上次我还在这看，我说咋回事？这没票的人上来补票是怎么回事？然后我就发现，现在知道为啥了。他最后直接就不用检了，我。哎呀，太有意思了。我说那些上来什么补票什么。没票那些人是怎么回事？直接从后边进来了，我。这边是五车厢，我五车厢在哪？哎呀，五车厢就在这儿，人进来了，直接就放开了，不用等了。时间不够了，看来。你就只能站在车外看。哎，让一下好吧。